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画米点村的山石。要用浓墨来勾线，画出石头外形感。短促茂密，来村点。点儿的疏密有变化，笔触不宜太长和太短，有的像雨点儿，有的像豆瓣。干后山石要上色，凝然赭石暗花青，这种山石就画完。喜欢，关注、留言、加点赞。